这段经文搁念一遍。善男子，若复有人闻此经名，信心不歇，当知是人非有一分两分，正自发慧。如是乃至尽行河沙，一切诸佛所，正自善根，闻此经教。你善男子，当复末世是修行者，无念恶魔，及诸外道，恼其身心。转身退困，那么这段，前一个时间已经改过这个文，那么咱照这个下面这段解释来解一下，这个就一个回答，回答，吼、哦，温和舒我何其经人，就是讲和咱安怎样何其这本经的人安尼。要安怎样来扶持这本经的人？所以闻此经名，当然听到这本经的经名，还阁未当来闻到义。但是闻经名，还阁闻经教内底应该会生信心安尼。这个是讲安尼，信心不歇就对。听过内容来，这个内容内底因佛陀甲咱讲，这本就是头前讲的，这个就是迄落个。为佛如来灵尽酸酸呀，啊，就是要教众生成佛的嘛。所以咱即马听到了，咱当然信心不歇安尼，啊，绝对无怀疑啦吼，无怀疑。但是又为难对咯，有甚么困难？是因为这当地这个人福慧古多啊。就讲今仔日有因缘听到这本经的人，应该是过去，唔是伫一分两分正这个福慧呢。这个方法就是说、对众生布施安尼，吼、哦，啊个持戒，这个叫做十善法。但是无脑闻经法，这个叫做慧安尼。所以就是宿舍之中，有那一切诸佛，伫一切诸佛所正住善根安尼，吼、哦，又依闻此经。依文处经教书人，不是今生今世佛陀的时阵，会当听到这本经法的人，不是无张持的安尼。哈、哦，会记真哈，不是无张持的，就讲咱诸位，咱今日会当听到这本经教，应该不是无张持，所以真难得的哈，所以应该在所当好安尼。当好这个情形，就讲应该爱亲像头前所讲的迄个十法行，合该应该要护这个佛陀的警告安尼，这是在咱众生的这个责任上是应该安尼。但是下面伊个在佛陀个在交代在诸菩萨，讲伊看唔个叫一句逆善男子嘛吼，交代在诸菩萨，应该，比如讲咱今仔日听到在经典啊，啊咱就下行按照十法行来去修行。安尼，这个叫做护经护教，啊，搁在讲奉听嘛吼，互伊永远流通，继续流通落去安尼。唔过即嘛吼，换到交代哦，交代在迄个个动机上的在摩诃萨，讲恁大家在善男子应该吼、哦，所以讲讲是修行人，当好应该保护末世，会在修行人安尼。某些修行人就是讲，某些修行人当然是个自然的对，有个修行的较有尊崇，有个问大乘经个修菩萨的，个真注意修福慧的这人，伊个讲应该要保护在，哈、哦，有如实修行的人，啊，当然也是无如实修行的人，个人是随业无去转啊啦哈，无特别受到这个个保护安尼，哦，照讲是安尼。所以他讲温和当好，别乱有保护。所以佛陀他讲无量恶魔及诸外道恼其身心，哈、哦，绝对袂使受到这恶魔啊个外道来个干扰安尼。那么这个恶魔哈、哦，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恶魔在下底只哈，就是今仔日个败坏佛法的恶行安尼。恶行是啥物货？我即马甲做讲一下吼，注意遐姜内底遐物件，
江林哈，江林内底海物件，你来注意哦。迄、那个个江啦、电啦、断啦，海灵界、白海佛法的灵界众生安尼，安了解吼、哦？因为有人来甲讲，讲这个不是一个两个尔哈，不是拢有人来请法，伫耳边甲讲，讲我要掠你，通去救世安尼，你敢捌听到？慢吼、哦！弄来甲讲，啊！这伊唔知变哪摆改，即马来从迄个物件甲秘地来对联，来对我就甲讲，你要我即马就对这个人讲，啊，实在是要讲哦，迄个来对迄个灵界众生听，伊讲你要用啥救世？你先照这个人讲话听，你要用啥物物件救世？但是伊天天啊在掠，伊讲伊要救世安尼。不过这种人吼、哦，大多数是去供电单卡着，啊，那无就是伊唔捌法打坐。去深入的，打坐深入的知影吼，所以我甲注意讲，你若无根基，万只打坐唔通乱打坐，拢打坐深入的，啊，就安尼甲干扰干扰到有够，互伊这个人真困扰，啊，就伊唔知讲到底是好还是歹安尼，吼、哦，这个就是恶魔，恶神之中生，叫做障碍佛陀，恶神叫做恶魔安尼。那么另外就是破损，破损这个法乱主任讲，恶魔破损。就是这个他化主宰天魔天的这个主人叫做破损，伊有将军，将的将军哈，啊是有人有将军八十亿将，哈、哦，所以拢是个用来迫害佛法安尼。这个东西就是最首先就是破损干扰佛道安尼，啊，即马来伊就甲讲。讲我真无法哩，将来你若到末日时阵，我来穿你的衫，食你的饭，带你的服饰，来甲你破坏佛法。所以真啊，末法时代，这个邪术说法如比天说，就是今仔日伫佛法中给讲邪法的人安尼，伫佛法中给讲非正法之法迄种人安尼，迄种就是在邪术，在邪术吼，拢总是来给穿佛陀的衫，啊，食咱服饰的饭。好像先供养嘛，啊，甲徛这个佛殿安尼，吼、哦，这个是一项，另外一项就是我下面要讲的这条安尼，下面要讲的这条有关这个外道，好、哦，那么这个外道哈，今来都有甲人讲，今嘛注意听哈、哦，外道，今嘛今来都已经讲，唔当去有外道甲，甲这个啥？不连外道及哈及恶魔嘛哈，外道就是这个邪见业。譬如讲，什么叫做外道哈？咱要注意听哦。外道讲佛法外之道法，佛道外之讲含这个佛法经，含佛法经的修持无共的迄个安尼，含佛法经三宝修行无关的，无关系，迄、那个叫做外道。也是讲定义上非真理而立为真理安尼，事实不是真理，啊，伊问白什么叫做真理啊？所以今嘛现实这个真理吼，每一个派系拢有去用。基督嘛讲伊真理，讲上帝真理，天迄个个佛教嘛讲真理，吼，今嘛所有，但是一般文学的人，佮出来佮第四代佮讲说一个法。伊嘛讲真理安尼，啊了解啊？什么叫做真理？今仔日若毋是佛陀证如来，而佛伊毋知影迄个不生不灭，迄、那个无生法骗虚空界迄、那个，我讲听有吧吼？就是迄个绝对无变的虚空的实体迄、那个，啊对吼吼，爱、哦、注意一下哈。唔过，伊唔是真理，伊家己立一个理叫做真理，所以即嘛现实一般诶信仰，迄个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迄个问题啊。唔过，迄个拢非真理。今日学佛的人重要，证无生法印，迄个就是第一步爱打起来，迄个叫做真理，开悟无生法，迄个较叫做真理。那就讲当时即、這个，迄、那个达摩祖师吼，甲慧可讲安尼：，现如来以正法眼，
传奇摄大师，典传至今日子有五，五经传逆，雷传法印，迄、那个物件。外父家世已定同志，迄、那个，安、啊、了解吧？迄、那个道统的延续是安尼，吼、哦，迄段我捌提用提起嘛，吼、哦，迄、那个就是当时佛陀莲花而骑摄微笑，传教这个达摩，啊，甲传落这个道心，迄、那个。迄、那个在咱佛教中的三贤位跳起哩，开悟无生法，迄、那个欢喜地，迄、那个开始叫做正无生法印，迄、那个叫做真理哦，唔是迄个一般的人讲的真理的真理哈。那么那是以一般的人讲的真理叫做真理，迄、那个就是外道。那么个在是点么？不是佛法，而别行邪道法，迄、那个无按照佛陀经中内底所教育的物件。啊，另外立一个道法，迄、那个叫做外道。安尼讲应该真详详细啊，哈、哦，这个问题哈、啊。那么天台地价大师，伊有三种的外道的讲法：第一叫做佛法外的外道，第二叫做护佛法的外道，第三叫做学佛法先外道安尼。今嘛，这个注意听哈、啊。比如讲，今仔日佛法外道，就是讲。古早印度有96种的外道，吼、哦，古早啦哈，伫印度内底本来就96种的外道。那么这个等于佛法之道，哈、哦，96种外道，非佛法之道法难呢？比如家己非人，唔是佛法的道法，吼、哦，吼、哦，古时印度96种外道。非佛法之道法，安尼，唔是佛法的道法。迄是家家是非字，非佛法之道法。那么第二，就是护佛法之外道，护托佛法，令立下给如今之一贯道安尼。今仔日的一贯道，家己自偏自道迄款物件，伊讲讲的，比如讲真济什么三用啦、啊，什么叫做玄关啦、啊。合同啦、啊、口诀啦、啊，伊共变作变三宝去，安、啊、怎样吼？啊，什么青阳、红阳、白阳，我白共变两花三花，啊，变道统，迄、那个就是护法，护持佛法中的外道安尼。一贯道应该大家真内底道亲，较早道我拢有听到在话，迄、那个唔是正道，但是护持护持佛法的外道安尼，共串道统、串道脉。啊，共乌白用这个金刚祖师叫做弥勒菩萨，吼、哦、啊，弥勒祖师乌白变变莲花三昧，乌白变变家己知影的，吼、哦，迄、那个叫做富含佛法有一点仔相关，但伊共变法，迄种人变天变法的，迄、那个就是富持佛法的外道，安、啊、怎样吼、哦？那么第三种学佛法啊，先外道，比如讲今仔日是佛教中。在在家中有波色有波仪，还是讲这个出家中的比丘比丘尼，伊有去听经，有去闻法，有去研究，但是错解佛法。这个佛经的经教唔是安尼，啊，伊就天天认为安尼，叫做错解。啊，错解怎么就以错解佮含了这个邪妄安尼？迄、那个就是啥？读佛法啊，地外道安尼。这个就只是三点吼，就是一。这个地价大师哈、哦，伊家立出来，好、哦、啊。那么来，咱去讲外道的邪见嘛哈。这么邪见，这个另外一说，因为今仔日哈，那按照这种的，就是今仔日一贯到迄种拢总是邪见的，好、哦，会记住咯。但是这么来，这个讲一个，出世间甲世间安尼有两项，所以这个下当有那立一个叫做邪见，咱下边看下第一。破世间道的邪见，安、啊、怎叫做破世间道的邪见？即卖教大家注意一下，就讲如果有人讲，讲无罪业、无福报，无罪业甲无福报哦，有那无什么如来佛，啊无如来顶，诶，即个摩诃萨啦、菩萨啦、阿罗汉啦、辟支佛，拢总无迄种假，迄种叫骗人的安尼。好、哦，如果安尼讲啦吼。所以因起初见，因为伊安尼讲嘛，无因果嘛，这个无罪福报的无因果，啊无所谓圣人。那么伊如果先说这种的见解，当然伊会下先为恶，
比如讲伊嘛，伊安尼伊就未做善业嘛，就欢迎自己家己想、家己做、家己对，安尼无啥啥。下处善业，当地苦处，就是一定会对了三恶道。哈、哦，那么这就是失去了人天的快乐，所以这个叫做破人天乐的邪见安尼。这点是最必要的。在做恶业的人，就是因为伊的见解就讲无因果啦，无圣人啦。啊，当然做歹伊嘛唔惊啊，啊何必着做仙呢？吼、哦，我都无差人个，我之前讲我若着布施互恁，迄拢总食米要食饭，永远要等食饭要互布施诶，何必着安尼做？何必着遐戆安尼？迄种诶人伊会对到恶处。即嘛，咱当然咱对即个问题咱未去有即个事，绝对无即种诶问题啊！咱在咱讲是安尼，但是咱可能有下面即条问题。啊、你知影吼，今麦这条注意听。第二叫做破涅槃道的下界，因为这个涅槃就是灭道解脱，这个涅槃灭道解脱咯。啊，了解哦，爱做注意这点嘛。比如讲，如果有人贪着我，就是对这个身躯的贪着，甲对这个个人的未来的贪着，这个个别贪着哈，我未来，所以今麦就分别到底我安尼修是有得啊无得。那就当时吼，这牛母地问达摩，讲到底伊五日一暗，十日一时，道种无量到底功德偌大？我再提起这问题，恁听有无？伊就是计较讲，我的功德应该足大，但是达摩甲讲无功德，迄不如个人天的效果福气福报。所以那像达，亲像牛母地这种人，咱今仔日如果那是讲。我安尼做事到底功德偌大？有得啊，无得？你一道迄个得安尼？即嘛即个问题啊！你今日去修行，你阁一道迄个得？好啊，起善灭恶啊！你嘛会晓讲啊？我今日无诸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嘛？咱今日买单安尼？唔过你一地迄个我若有善行，有善就必定有善报。你如果那一般呢？啊，甲有一寡法师甲人讲解。叫人劝导啦，医药啦，听无？这类的啦，这类的法师，好、哦、啊，甲这类的佛弟子哦。当然，你的集善灭恶啊，啊，但是伊无一定会灭恶，伊干那集善业，所以呢，因起善灭恶安尼。所以才讲，我今仔学佛修善，我一定有善报。啊，我若是恶，我就恶报，所以我就。恶业唔当做，啊！我一定要修善业，为着我将来要善报。那像迄个牛母地讲，我应该功德真大嘛，吼！迄款的心态，这种的人，当然伊会当得到世间乐，因为这个叫做有漏嘛。所以咱今仔日自善的中间，我头就甲恁讲过，你一定要了解是有漏无漏，是有为也无为。咱仲听好无？当然，你一定爱行善是无唔对，这个在金刚经讲应无所住啊，吼、哦、三轮退空，这段是安尼嘛吼。但是唔过你未当达到这样的水准，你讲啊，我今修善就对啊，我修善未来得到善报啊，我无修善未使啊，我未使有恶业吧，因为我恶业无恶报啊，那么你就起善得咯，安尼你将来得到世间乐，这是绝对的。唔过呢？因分别有得无得，啊，你就入迄个有得的嘛，所以你不得了烦恼啊，你绝对未解脱。你这个个有得无得的这个计较的对吼，你这个将来你未当证涅槃，因为涅槃是无住，是本住不生不灭，是修清净行，三轮体空应无所住行无布施的嘛，对吼。那么这个你如果那是计较的话，这个叫做啥破涅槃道的下根呢？这句话对咱今仔日真重要，所以一定要无为无恼，清净，不住不执，三轮体空。但是你未使无做安尼，要注意这点哈。啊，你若执善的话吼，执善你就变有恼，吼、哦、啊，你绝对会对人天福安尼。啊，不过迄个吼。享受了一个对了啊，
所以这点是对咱来讲重要的是这点，所以你若是集有德的话，这个叫做邪见，哈、哦，安尼了解啦，是特别爱甲咱解一下哈。逆时会中有挥手金光，吹吹金光，逆然无金光，定八万金光。定期灌输即将做起，定力扶助，有要三十二别复言。即马即段注意，世尊若后末世一切众生有灵其处不定大乘，我当修好。如何眼目乃至道场所修行处，我定金刚自领道将神识修好灵不退转。其家及其应无在将，哦，也病消灭，大报方丈，上不发笑。即马即段哈，即段，即、这个火烧金刚吼，显、哦、过来哈，就是他家有即个火焰，哦，即、这个火烧金刚，啊，泥然宝金刚，以前内底是讲微相，啊，唔过叫做青金刚。就是另外一类的金刚力士，安怎样吼？啊，以前来在拢总哦，因这个王觉经的法会中吼，拢总有八万的金刚安尼，甚至伊的观想拢总来迄个所在听经。但是这阵就对，这阵才大阵，八万金刚甲伊的观想安尼偌大阵，可能几百万种诶，有几百万准备起来啊，定力佛像。啊！伫佛陀的头前，西沙林，他甲佛陀表示安尼，表示讲那是后末世一切众生啦吼，有读到这本经典安尼，有读到这本经典，伊个决定大乘，因此出决定大乘经，但是我到底要甲修好，我要甲伊照顾，就讲咱思维今仔日拢总有遮个金刚护法，皆甲咱顾安尼。但是呢，伊个顾顾家安怎呢？顾家亲人，伊个保护伊个人的目睭安尼。即句就讲如何眼目在讲啊？伊个顾即阵人，多亲像在顾伊本人的目睭，甚至迄个道场所修行的所在，比如讲即个新德地区即间讲堂安尼，啊、哦，新德地区即间讲堂。好、哦，阿家讲，阮在金刚护法下领将，啊，在时甲暗时拢要甲修，要甲修好，互伊继续修行学法，互伊达到不退转安尼。不退转就讲无个对路的意思哈。这个资料我有查啦，但是这时间哈无个啥，甚至要个保护伊的家庭，互伊家庭内底。永远无做无灾害，较无障碍。安看有吼？要保护恁厝啦哈，啊，甲保护咱这间工厂，甚至无这个瘟疫病害。伊若是厝恁有疫瘟疫，我要甲消灭安尼。啊，了解吼？若瘟疫甲病害啦吼，伊拢总要甲消灭。有那个病害，那个小病当然出来大细人的平安，甚至那个可以再报方丈，未缺乏就讲，和注意你的经济未陷落，这嘛唔得经济萧条嘛吼，安、啊、了解吼、哦？但是伊绝对要甲咱保护，甲咱的厝里的经济未去缺乏掉，要互咱有通用安尼，卖讲外方丈了，讲有通用就可以啊啦。安怎哦？绝对袂讲因为生活上来发汗。这段意思是安，就讲在迄落个八万金刚啊，甲伊关系绝对会甲咱顾厝，顾到互咱厝无大小代志。安尼你看咩啊？所以要读进这本台湾较经的人嘛，是因为上吼无遐简单就对了。安怎样吼？无遐简单。哎呀，即嘛。先过来哈，再好啊！这段解说安怎知影？这段较简单哈，今嘛搁再来哈。因为这段哈，有两段历史嘛哈，头前则着佛法金刚讲的，啊，今嘛来下面这段，
第十大梵大梵王，二十八天王，并须弥山王、护国天王等。参拄啊是海金刚爬起来，啊，即嘛换到即边神爬起来，三界诸天的天将爬起来，哦，即将坐起顶礼佛座，又绕三十二百佛言：世尊，我亦修护是持经者，当令安稳，心不退转。安尼。那么这个大梵天第三，即色界初禅第三天，对吼？有甲恁讲过吼，梵众天、梵夫天，就是娑婆世界之主安尼，因为伊当时家己有讲。讲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是伊的囝，拄啊即等于他基督教讲上帝迄类的安尼，吼、哦。二十八王的之上呢，是这个三界诸天，譬如讲欲界内底有四天的天王，啊，欲界有六天的天王，啊，色界有十八天，啊，无色界四天，安尼拄啊二十八天王安尼。二十八天王吼、哦，所以这个苏弥，今来这个就苏弥三王，就是一个指地色天主。就是等于脱离天主安尼，啊，护国天王一个指四天王，东方四国天王，啊，南方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四天王，吼、哦，今来这是去讲护国天王即将做起，即、这个来这是去讲啥呢？因为即个经书来这讲，另外标示三类，就是依梵天性，诸佛转法轮时，拢总是由大梵天王。请佛说法的安尼，但是这个何世，这个何世真内底吼，护国天王真内底一个保护世间、保持咱的国土的安尼，安怎吼？譬如讲，咱南疆部洲有南疆部洲的天王安尼，这个捌讲过，我永无搁讲啊哈。但是就是护咱这个国土灾害卖生。安尼就是宗教之外，就是去保护这个。不过灾害无生袂动，因为众生业力已经引无当过啊。我讲恁听好无？今仔日这个时阵吼，天灾人祸，你甲看即几天哦，你甲看有偌济国土水灾，即几天尔。啊，两个国土降雪落霜安尼，对吼，南非嘛落雪啊。啊，佮对呢，对这个迄啊一大所在拢反常啊，啊一大好所在两个国土落雪。啊，像这个个苏俄应该是寒带，不过这个苏俄热加多，外多热加改成要加四十度，所以热死两百人安尼。啊，两百人是多数是啥？因为热加冻袂掉，去海墘啊、西域，拢总叫水流去的。这几日你今仔看新闻就知啊，咱的国土现在是拢总已经真无好啊。啊，这个情形照讲，若要甲讲起来是应该这个个。四天王爱多，不过四天王无够能力，性不过业力啊！俺听无，因的心力性不过业力啊！所以即嘛世间有够严重，比如讲经济陷落，都倒毁啦，一大堆嘛吼，咱台湾就变成安尼啊，啊加火烧一大堆，即嘛已经无多，即嘛已经乱世啊哈！是即个国土难保的时阵啊，唯有即个善信吼，就讲佛教中的即个善信会当得到保护安尼尔，咱了解吼？今嘛是给公安的，这段时间无应该用的保护，啊，不过保护无法当保护，因为业力太大无法当保护，吼、哦，这点大家注意一下。今嘛来发个公安呢，下面搁在，今嘛这段头前段是给讲在啥呢？在迄个金刚历史，啊，今嘛这段是给讲三界诸天的这个天将要甲咱保护，啊，再下面这段去讲安呢，逆时有大力鬼王名结盘陀。五十万鬼王即将坐起，顶礼佛座，又绕三十二百佛言：世尊，我亦修护是持经人，雕饰是画，令不退却。吼、哦，其人所居一流顺位，若有鬼神侵其境界，我当使其脆如微尘安尼。讲到这个结盘陀是啥货呢？结盘陀带了鬼王。吼、哦，这个是有发心啦，吼、哦。有发心要保护三宝地主的结盘陀，这个就含十万的鬼王即将坐起顶礼佛座，又绕三匝。二别佛言讲：世尊，我有那要守护在持经的人，无论是早时甲暗时，我拢要改守卫，守卫就是守卫伊啦吼，改守卫，吼，何伊卖搁再退堆落去？所以无要伊要甲咱顾，顾甲咱才有个持完结经的人。
要让伊卖对落安尼。灵性也是，咱即满毋着听过啊嘛。摆一个时间落去试，有哪可以？安听吼？摆一个时间落去试，有哪可以啦？哈，落上课上有哪无要紧？安怎样吼？摆一个时间落吼，伊讲试经的人啦，是讲按照经典落修行的人哈，你让伊卖退心去。但是伊，比如讲，这试经的人，伊所住的厝。四边有一流顺，等于四十里来，若有鬼神伫遐去干扰迄个境界哦，我会要甲伊拍回去烂糊糊安尼，嘴为微电，就讲我绝对要甲跌巴回，先变土皮沙安尼，安了解吼，即、這个是结果安尼，哈、哦，啊，即马看吼、哦，恁唔知影报啦吼，安听吼、哦，真正唔知影报哈，你甲看安尼，遮济人要干呐？这地鬼神啊，二十八天的这天就拢要甲咱顾啊，听吼，吼、哦，唔知影，唔知影报。这嘛佛说处境意，一切菩萨、天龙、鬼神、八部幻象，及诸天梵王等一切大众，闻佛所作，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安尼，这嘛看哈，因为经内底哦，有头前个摩诃萨啦，就讲这个地藏菩萨啦，哈。阿毛两天八部啊，即、这个天龙鬼神拢总有八部观相，吼、哦、两天八部，以及诸天梵王，诸天梵王吼、哦、是包括头前讲的，就是即个二十八天王安尼，吼、哦、诸天梵王定一切大众了哈、哦，听到佛陀所讲的了，非常欢喜的欢喜。阿愿意信受奉行，这信奉阿别个个改一下安尼。好、哦，即嘛即个吼，即、这个菩萨为动机上安尼，什么叫做动机上？即、这个我那知影即个吼，因为佛法即个动机上，头前这佛法唔是动机上啊，那么这摩诃萨就动机上，动机上。第二件哈，法会中，那么这个法会中，定我道之中，就是在摩诃萨，就是反正在法会中听到佛陀讲什么《黄觉经》也好，还是讲其他大乘经，我那可以，会当随时讲我出来迄、那个，就是随时证。这个经典有真济吼，拢有写着同时证无生法印海人，迄、那个叫做动机上安尼。比如讲，安尼佛陀去讲经了，伫座中坐了了，第二天才去开悟，迄种人叫做动机障。哦，所以这个《法华文句》基本的就是这个地藏大师因经历吼，《法华经》的这个著述啦，伊内底讲安尼，讲不起无着，闻而得道，得道就是开悟无生法，迄种人叫做动机障安尼。哈、哦，会记真啊？啊，那是安尼听听谁开悟，因有思维咧，啊，谁开悟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动机障，不过这种人，因为每一本经典吼，有足多经典有写着讲，迄、那个经典说法有真多种无限法入面啊，迄当中叫做动机障安尼，所以这个以及动机菩萨的动机障，其他的护法障安尼吼，所以这本经开始，就是乃至正说分，吼、哦，第三疏分、正中分、甲流通分。哈、哦，拢总是伫该在即个净土的代志，所以唔是界性吼，伫真特色的所在头前有讲过吼，伊、哦、并无伫即个世间，譬如讲伫迄个基础高度上讲的，确实唔是安尼。所以现在在经修有哪讲着动机之菩萨上头，迄十几位，迄十几位啊，甲几十万有几个代表呢哈、哦。所以基础既有处分，就是流通世间的基建，所以有八波合法。因为伊这本经会留到末世嘛，包括这末法呢，所以伊叫八部合法。哦，譬如讲进来叫八部观相嘛，吼，天龙鬼神八部观相在合法，吼、哦，顶上拢当有参悟安尼，有参悟呢，因为进来都无写着人相，所以等于这本经典唔是伫世间这个地球内底印度当时迄个所在讲的，吼、哦，迄头前有写着，哈、哦，所以进来都拢当。就是，迄就是其他修用土，
还是儿童有烟花道，它是用托于什么？就是佛陀为摩诃萨所创设的这个净土，那叫做它是用托。啊，那无就是这个烟花道来对应。哦，可是又初分之众，哦，虽然所居之土各有不同，但是会所是为一处呢，不过也当听到，就是这个心境有无同的咧？那像那本啥呢？那本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脱离天讲的嘛。啊，如脱离天讲的，所以有地界的鬼神拢去念念佛王啊，去念什么鬼拢去念听。迄有那靠着佛的这个伟大神力，该调起的，安怎样不？哦，那么这个有天龙八部，应该是有那佛的这个神通法力，可以去念听的。安了解吼，所以无这个印象嘛。所以佛陀讲到这本经典了，吼、哦，已经讲了，但是在众生他讲有被信受奉行嘛。那么这个信受奉行的啥呢？信受如来所说之法，而奉行持安呢？而奉受行持，等于啥呢？信受如来所说之法，啊、哦。信受奉行，哈、哦，信受，啊、哦，就是信受如来所说之法。啊，你唔就知影讲这个佛陀是法界中最伟大圣者，伊所讲的这个言教，就是要引导咱将来成佛嘛。但咱绝对信受安尼。绝对相信，绝对接受，无疑惑哦，吼、哦！伊所讲啊，绝对照经。譬如对一本经讲啥，咱照安尼奉行；对一本经上讲啥，咱照安尼修持安尼。这个叫做信受奉行，安尼了解吼、哦。但是这有那个爱有一个水准啦吼，啊，不过一定爱逐步而相信，啊而修持安尼，哈、哦。那么这个卡古讲安尼啊，就是文化者行动行文化者行动开始啦。比如讲，咱今仔听到这本经典，到底要安怎修，咱绝对袂使有变异安尼。安了解吼，绝对袂使有变卦。啊，不过无变卦，今仔是讲一个因为头前只话要甲咱保护，保护咱卖变化嘛吼。头前就讲安尼啊，所以介因为有文，有个人是听了后，吼、哦、文。有闻而修行，听了后边发现有诶有信而修修，有诶人是先相信，啊，即卖来呢，较接受安尼，这是各种无同诶因缘。但是有诶人有信修而好奉行，有信修了较奉行，哈、哦。所以这里有分三段，意思就是讲安尼。但是当然到结束诶时阵，就是咱行是开始。到底这本《王觉经》是叫咱安怎修？一段一段，恁等下搁再看。所以我鼓励大家搁再上一个，上几遍啊，可能就咱这个开始是个讲啥话。可能我这本《王觉经》会搁到别位讲，安了解吼？唔是只讲了呢，可能会搁选择道场搁再讲一遍安尼。一方面我会当提高我个人的这种迄个个信受奉行的水准，一方面搁再予其他人搁再了解这本《王觉经》的这个特色处安尼，吼。所以这个本经注重是行哈，要注意哈。但是隔离信受奉行之间，才会结下在会的法相呢。闻教之后，起行之时安呢？哈、哦，这点就是讲安尼哈。但是咱人这样以后的一段结论啦哈，一段结论讲，咱现时的人，现时末法的人，末世的人，就是生也无去悟的佛安呢。那么既然生无去有得福呢，当然应该是真不幸啦。不幸嘛，无法度呢，因为咱无这个因缘嘛，所以出世就福后，吼、哦、啊出世福后当然不幸，唔过咱头前讲不如一分呢，安听无？应该是进前就捌结过缘啦，唔结过缘咱都无要起工，无要照起工，安了解？啊，即卖那是无法，中间你讲不幸，唔过今仔日佛陀所讲的这个缘教呢，吼、哦。如来的个所随之间教，因有种种这个护持之力，哈、哦，护持之力流动到今仔日的，
已经流通到今哦，嘛要接近三千年啦。因为古代佛陀是三千零十四年迄中间诞生伫印度，啊八十年涅槃了后，他差不多经过一段迄个个经历，啊经历个流通到今仔日应该有哪上界无流通到今嘛两千九百几年啊，啊两千九百几年，咱今仔日真好运啦吼，会当来听到安尼。即、这个就是以教解理，啊，亲，那敢那像咱人伫迄个法会中讲意思，如亲心灵法会安尼，亲像心灵法会，所以有那是不行中之大行安尼，不行中之行。今仔日吼，讲一句实在，无头的众生要真正有因缘听到如来大行教，应该真少安尼。譬如讲，新德地府，敢若咱大家会当听到这王家经，其他当然我唔知你新德地府有人讲有无人讲，我是无了解啦吼。不过算起来，咱大家原来是一个不幸中之大幸安尼。虽然生地分别了，不过阿个还好。这个叫做不幸中之幸，真正心正可以言之。咱过去吼，过去这个宿舍未当讲无这个个正的这个佛缘甲善根安尼。即、这个头前天两百块来也讲个不如一分两分的即个问题来，但是咱今仔日会当依教解理，譬如讲今仔日佛陀甲咱讲个即个即经即本经内底，咱会当依即个教佛陀即个教法来解说的即个佛理，但是目的何在呢？当然是要爱咱如是修行。但是如果咱今仔日若是讲经听听未当实在修行，当然空谈何用啦？哦要从啥？无要按照这个类修行，无你谈经听经要从啥？安尼知影无？所以我唔敢讲，一定搁在深入，深入搁在里头上。吼、哦，里头上我无要去讲啊，可能会伫后边，譬如讲后边吼、哦，看是要在高雄，还是要在台南，搁再讲一遍，拢总好。吼、哦，我无要搁在遮讲，但修行的目的何在？会记着呢？修行是要创啊，就是讲啥货呢？会当予咱成就佛果，所以人人具成佛果安尼。但是具成佛果了呢，安尼就是诸佛的本愿嘛。今仔日佛陀，吼、哦、来出现演化应身在咱人间道内底，也是讲三世诸佛演化伫各无同的国土，一个教众生嘛是拢总是要护在众生各个皆能成佛嘛，应该知影嘛。好，今仔日如来出现伫世间是为啥物货？安尼，咱即嘛了解，这段就讲为处一代树因缘。那么，什么是一代树因缘？这个咱嘛知影，咱有哪知影吼？这本经的因缘，讲这本经的因缘，啊，甲今仔日佛陀出世的这个五道恶世因缘，这个叫做为处一代树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缘？好、哦，这段咱如来来了解一下。来了解一下吼、哦，这个一代属因缘，啊，咱今仔日有这个因缘，吼、哦，这个咱哪来知影？什么叫做一代属因缘？温和为一代属因缘？你看一下哈，这段诶，这段大概我阁写一寡。大德对这本一代树因缘的讲法安尼哈，什么？这个讲温和为一代树因缘，这个在指啥？指佛出世为着要转众生的迷，众生第六道轮回生死，绝对有某一个真大的缺陷，迄、那个叫做无明，也叫做迷惑，应该大家知影，对吼？唔过人佛陀今仔日。出生人间，就是要转咱的迷惑，互咱互众生会当开悟，因为迷对悟，互咱众生会当开悟，开悟什么？开悟如何成佛？开悟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如来？好、哦，譬如讲众生都迷啊，唔捌，唔捌，即就慢慢甲咱教育，教育，教育，教，互咱未来先去彻底了解迄、那个。如来之见，佛陀安怎样成佛的？佛陀到底是成佛什么？成佛的正确路途，就是如何去讲哦？安尼，这点叫做啥？使众生开悟佛之见安尼。
哦，即马重要是这个问题哈。所以所有的三宗内底经律论，无论了义甲不了义法，拢总是要众生的这个甲众生转未生哦，互众生内心有一个幸福的体验，啊，下当有一个福体验。不低见对生性无生法甲平等法来咧，吼、哦，这点是重点。但是这不低见内底吼，即马这个人王经，吼、哦，吼、哦、一代属一年，即马一代属一年吼、哦，人王经，吼、哦，啊，甲这个个人王经的这个地价代书主啦吼、哦，人王经。地价在天台主、哦、大树因缘付出世、哦、现在来哈一大树因缘现在注意听因为这句的重点你能和国破这经里面、哦、有这个有这个天台地价大树主盖什么叫做一大树呢哦，即嘛这点大家看一下哈，一大树因缘就是佛出世，佛出世伫人间内底哩，啊，佮来现现一切法，就是说一切法，说一切法就是要让众生，哈、哦，开示五蕴，佛之知见，佛之知见就讲如何成佛，如何学佛。迄、那个正知正见之道安尼的路，就是如何成佛迄点路，迄、那个路，啊是甚物叫做佛，甚物叫做如来藏，安、啊、知影无？这个才是重点哦哈，对、就是，定义重要是迄个了义经安尼，定义重要是了义经。首先来底讲讲华严经，以佛知见为一大事安尼，这兼是为大事啦哈。哦，今仔日咱众生皈依三宝了，应该一道文。所以这个华严讲道文第一功德，道文第一功德就讲要予咱知影什么叫做佛，就是计要予咱知影什么叫做觉得着，如何觉？因为佛叫做觉嘛，啊众生未，吼、哦，入佛的知见，这个才是大代志，因为五佛知见。开佛知见、是佛知见，和众生五佛知见，才是佛知见嘛。这个就开始五入的本意是安尼，爱注意这点啦吼。所以即马这个涅槃经讲觉佛性为大事，什么是你的本性？就是咱人迄个如来藏的共同体，宇宙的绝对真理，众生唯有唯一迄个空性真理安尼。所以咱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迄个是到底什么样呢？吼、哦，这个较是重要哈，这个叫做，互咱来当讲众生皆有如来地位德相，这点安尼。那么第二，这个为摩诘经甲十一经内底，就是以不可思议为大事。就迄个为摩诘经有一个不可思议品吼，迄段拢总有三十几个菩萨示现。讲到什么？伊开悟的过程，啊，讲到迄个自性如来的这个本体，拢有表示出来。所以这个为末结经啊，属于经是结讲这问题。那么第三对结讲华严经是以我法界，法界是什么？法界当然有两种意思，比如讲诸法有分类，有分界，这个唔是结讲这个。迄、那个法界就讲虚空的实体，迄、那个叫做法界安尼。安怎样吼？虚空的实体上，迄、那个叫做法界。这个第三，由这个华严经讲，在《法界经》内底，伊完全去甲咱说明，咱众生如何去成佛的成佛的果，叫做以成佛因果为大事。譬如讲，咱如何修行，发菩提心了，行菩萨道安怎修，啊，将来可以当成佛迄、那个。吼、哦，所以经内底吼，名义虽然无同。叫做随便，譬如讲，有的讲知见，有的讲佛性，有的讲不可思议，有的讲法界，名义无同，但是事实伊这个意思完全相像安尼，叫做奇异一点。但是这本《圆觉经》内底呢，伊内容拢总有哪一看得到这问题？
比如讲迄个三摩八提啦，还是吼迄、那个禅那，迄、那个就是要互咱确实经过修学过了，会当开悟迄、那个。所以这本《王觉经》的真正主题就讲这代志。好，弥勒尊哦，哈、啊，好、啊。